尊敬的各位大德、各位菩萨，大家好。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印光大师开示的《护国释斋根本》。我们师父上人在他的家乡安徽省劳光县，实际禅寺提倡启建七八日的护国释斋法会，做三时系念的法事，一方面是超度亡灵，化解怨恨；另一方面就是护国释灾，希望把灾难化解。我们近来尤其是今年以来，看到中国外国都遭受了很多的灾难，天灾人祸，从今年年初开始，我们国家遭受了罕见的雪灾，之后五月份在四川又发生大地震，八级的特大地震，就在上个月八月份，我们又看到上海遭受了八年难遇的大暴雨，就是前几天四川又发生了 6.2 级的地震。在外国最近美国又有飓风，使到新奥尔良的60万人要迁居，这些都是天灾。人祸我们也都见到，好像在这几年来全世界都笼罩在恐怖的气氛当中，这个恐怖主义者的这些行为，使到全世界人心惶惶。还有近来又常常听到飞机失事的事件、瘟疫等等，这些灾难确实是使到我们大家身心都不能够安宁。现在还有很多预言说世界上会有很多的灾难，甚至科学家他们都已经预言，他说这个温室效应、全球变暖的问题
南北極的這些冰的融化，海水上升，氣候反常，他們說這些情況如果我們不能夠有效地去改變，我們地球可能五十年內就不適宜人類居住了，更有甚者還說到可能我們的世界七年就會面臨毀滅性的危機。那這些都是災難。那我們學佛的人明白災難是怎樣產生的，佛經裡面告訴我們聽，一切法由心想生，花嚴經裡面說為心所言，為色所變。我們的世界是我們的念頭變現出來的，所以念頭如果是善，我們這個世界就是天堂，就是極樂世界。極樂世界是純正純善的心感應來的。如果我們的念頭當中很多惡念，貪嗔痴慢，感應得來的就是天災人禍。佛經裡面告訴我們，人的 貪心感應的是水災，人的嗔慧心感應的是火災，人的愚痴感應的是風災，傲慢呢、不平呢，就感應大地震。所以我們想護國息災，必定要從我們心念當中去改造，一切法就是由心想生。我們的心能夠斷惡修善，自然呢這個世界就變得風調雨順，災力不起，所以災難是可以化解的。那在當前我們想化解災難，必定要明白道理，所以我們一起來學習印光大師的開示。這個是印祖，我們知道印光大師是淨土宗十三祖，是近代佛教公認的大德。印祖一生為我們施言的是深入經藏，以苦為師，以戒為師。他在藏經樓裏面三十年真正深入法藏，可以說是通宗通教，最後一心念佛，歸心淨土。老人家一生都沒有出來弘法，
佢弘法嘅方式係用书信嘅文章嘅形式。当时印祖晚年嘅时候，被一啲居士发现，知道呢一位大德，于是向佢请教。好多嘅四众同修都写信嚟向印光大师请教问题，印祖回复佢哋。用这个书信的方式来教化，所以后人把印祖的这些书信这些文章汇集起来，编成一本文抄，现在流通得很广，印光大师文抄。这部文抄是印光大师几十年来学佛修正的心得，印祖他没有出来讲经说法的原因是因为他有口音，因为印祖是陕西人，所以他口音很重。他唯一一次出来讲经说法的开示的，就是在1936年在上海。当时上海的一些居士团体那个时候，为了护国息灾，启建了一个法会，就叫做上海护国息灾法会。头尾七日，请印光大师在法会上面开示。咁当时1936年，我哋大家学历史就知道，面临住日本帝国主义嘅呢个侵略嘅危机，日本军国主义者系1937年正式全面侵华，之前已经有唔少嘅战役。好像是1932年在上海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淞沪战役，日本的军队入侵占领上海，同国民党第19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双方死伤都过万人，最后是日本占领了上海，所以这些的战争的危机使到中国当时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佛教界举行这一次法会，虽然是短短七日，但意义十分之重大。那我们今天我们师父上人净空老法师继承印光大师的遗风，在安徽庐江实际禅寺
啟建護國息災法會700人、啊、當時印祖這個法會是7人，現在我們師父是700人，100倍的時間、啊、那我們參加法會不單止是當地的同修，其實是全世界華人聽老法師講經，佛教徒正宗的四眾弟子，在全世界各地都隨喜都參與這個法會，每日都念佛诵经，参加三时系念回向护世息灾。法会有没有效果，关键在于我们参与法会的人能不能够明白道理，能不能够真正依教奉行。所以我们非常之有必要一起来学习印光大师的开示，听到开示之后依教奉行，做这个法会才有真正殊胜的利益，真正达到护国息灾护世息灾的目的。那我们来学习印祖的他的开示文，这个开示文是在法会上面印光大师口头开示，有几位居士当时用一个录音机把它录下来，跟着整理成文字，请印光大师亲自校正流通出来。法会7日7天的开示，我们呢主要学习前面2天的开始，你前两日基本上把护国息灾法会的这个目的还有真正护国息灾的根本方法讲得很圆满，所以我们用2次4个钟头的时间来学习。那我们学习的方式主要是用白话把印光大师的这些开示跟大家作一个分享。我们来看这一篇的开示文。印光本一无知无识之周梵僧，只会念几句佛。这个印光大师是非常之谦虚，他自己称呼自己是一个无知无识的周梵僧，自己说没学问没道德，只识得食粥食饭，只识得念几句佛，这个是非常之谦虚。印光大师是通宗通教，归心净土，所以他和我们在这里表现出来的谦卑，修行人最忌讳的就是傲慢，人一有傲慢就堕落。原先再好的修持功夫，只要有傲慢心必定退转。咁印光大师是什么人？在传说当中印光大师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再来。你看菩萨同我们示现出来的真正是谦卑到极处
下面讲话，虽虚度光阴七十余年，但于佛法实无彻底之研究。啊，当时印祖已经是七十几岁了，印祖是八十岁入籍，这个往生极乐世界，他走的时候是坐着往生。他说自己是虚度光阴，自己没有真修实证，这个当然是谦虚。你看祖师都这么谦虚，我们初学的人怎敢有丝毫傲慢心理呢？学了少少佛了，好像比人家高一点了，就共高我慢，认为自己了不起，人家都不如我了，不知道自己啊真的叫浅薄啊。对比起祖师，我们是怎样呢？真是好像我们师父上人讲，连同祖师啊跟在背后啊拎草鞋的资格啊都没有啊。所以怎敢有傲慢呢？下面讲到，此次因护国释灾法会诸君之邀请参加，情不可却。这个是护国释灾法会呢众居士大德的邀请，他们仰慕印祖的德行学问，请他出来开示，他是觉得是情不可推却，且事关国家福利，亦属应尽之责。这个是关系到护国释灾，全国人民的福利，作为一个佛教徒当然义不容辞，应该重大的责任，所以就来参加法会，为大众开示。所以谁不辞简陋来与此会，自己虽然是德行学问很简陋很浅薄，但是都要来随喜参加这次盛会。但今天所讲者并无高深之理论，只属护国释灾之根本方法。印祖在这里讲话，今日的开始没有非常高深的佛教理论，不谈玄说妙啊，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如何来护国释灾，根本的方法是什么？要我们能够听到之后即刻就能够依教奉行。至于此次法会之要义，待明日再讲。所以今日和明日两日的开示，都是开示非常重要的东西。今日讲的是护国释灾的根本方法，明日讲的是护国释灾的要义，我们就应该认真来学习。这里是第一段，下面第二段，此次法会之目的为护国释灾。所以这个法会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来救急的。我们已经危在旦夕了，灾难已经在眼前了，
所以我哋要啊，即刻采取行动。但如何方能达此目的呢？啊，我哋点样先能够达到护国息灾嘅目的啊？如以为根本方法在于念佛，这个就是印光大师直接了当跟我们讲出来，怎样才能够护国息灾。如就是印光大师自称，他说念佛先是根本解决的方法，念佛功德无量无边，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快速有效地改造命运，化解灾难。下面又讲到，盖杀劫及一切灾难皆为众生恶业所感召。杀劫就是战争。我们中国从1840年开始鸦片战争，一路打到最印光大师这个时候100年，战争没有间断过。全国人民真是生活在苦难当中，马上又要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都是灾难，不单止是人祸，还有天灾，都是众生恶业所感召啊。所以恶的心念就感得恶的果报。太上感应篇跟我们讲的，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一个人的祸福并不是天降并不是人哋做嘅灾难俾我哋受，完全系我哋自己善恶嘅业感召嚟嘅，好似人嘅影子跟住人嘅身体一样所以我哋要知道。这个世界是我们自己的世界，是我一念心物所变现出来的。所以这个世界的和平安定或者是天灾人祸，都是跟我自己有直接关系。所以古人讲得好，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世界的兴亡兴亡它的和平安定或者是有天灾人祸，都是我自己有责任匹夫就是我自己一个普通人有责任，有100%的责任，负完全责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是我自己的念头变现出来的。所以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想要改造这个世界，必定要先改造念头。而改造念头最好的方式就是念佛。所以下面说，若尽人能念佛则此业即可转移念佛去转业
啊，转业有三种。第一种是转恶为善，啊，把恶业转成善业。第二种是破迷开悟，啊，把我们糊涂的迷惑颠倒的业转成开悟，啊，认识宇宙人生真相，看破放下。第三种是转凡成圣，转凡夫心成佛心，念佛都能够达到，啊，你看念佛，念佛号的时候的心住在佛号上面，没有想那些贪嗔痴，转恶为善，啊，念佛能够修定，心定下来就开智慧，破迷开悟，啊，念佛的时候当下转我们凡夫心成佛心，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转凡成圣。所以这个效果是最殊胜的。下面讲，如能有，有啊，少数人念佛亦可减轻，啊，虽然全世界的人只有少数人能够念佛，但对于化解灾难来讲，这个效果是不可思议。前嗰排我们听到巴西的一个预言家，啊，Juscelino， 他受日本电视台的邀请，啊，在电视台接受访问，讲到话9月13号就在我们中国海南江西这个地方会发生大地震，9.1 级的大地震，地震一路震到日本，可能会死100万人，因为他那时的预言。师父告诉我们听，命运是我们自己操纵，我们一心念佛，什么灾难都可以化解，都可以减轻。所以启见释灾法会，大家确实，真正断恶修善，念佛念得好认真，全世界的正宗同修，都非常之努力。最近我们又看到，听到一个消息讲话，他在 网站上面发布最新的预言，说中国这个 9.1 级的大地震，9月13号的灾难已经没有了。那我们知道，这些预言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但是我们要明白，命运是我们自己掌握，灾难一定可以化解，只要我们依教奉行，认真念佛，确实至少可以减轻灾难，可以推迟灾难。下面又讲到，念佛法门虽为求生净土，了脱生死而前。释迦牟尼佛讲念佛法门，希望我们众生能够真信切愿求生净土，
求生净土先是真正了脱生死的、最简易的方法、末法时期的人确实要以净土、成就、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就是出三界、入一真法界，而且是一生成佛、这个法门极殊胜的。所以净土宗二祖善道大师讲说，世尊所以轻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来到我们的世间示现成佛、讲经说法49年，为了什么呢？讲到底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一生成佛、怎样成佛呢？往生极乐世界、把阿弥陀佛本愿告诉我们、要我们、真信切愿了脱生死、虽然是最终极的目的是为了要我们求生净土了脱生死，但其消除业障之力实亦极其巨大、所以念佛法门、不单止是我们临终的时候、用来往生的，就是现前来消除业障、化解灾难，效果极其巨大。而真正念佛之人必须行邪全成敦伦尽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一个真正念佛人最紧要乜嘢呢？行邪就是防止邪思邪念，这个行就是防止的意思。不单止身口不能造作恶业，连我们的意念、不能够有任何邪思邪念夹杂在里面，这个限邪、全性是心地、真性、一心为善，顺正顺善、敦伦尊分，伦是伦常，一个人他在这个世间必定要跟人打交道，人与人的关系就叫伦常。咁我哋知道、儒家教育讲俾我哋听五伦，呢五伦关系系人必须要面对呢个关系，所谓父子、君臣，君就系领导，臣就系被领导，仲有夫妇、兄弟、朋友。这个五伦当中，我们要尽到自己的义务、本分，这个尽分、所以五伦是道、随顺着五伦关系尽自己本分，这个是德、道德。所以父子要扶持子孝、做父亲的母亲的一定要、有慈爱心，爱护自己的儿女，爱护自己的儿女莫过于教育他们，使到他们成为一个好人、善人。因为他成为一个善人，他就是善报、善有善报嘛。如果不教育他，他被社会污染了，那他就成为恶人、得到是恶报、这个不是
啊，爱护儿女，这个害了儿女、啊、所以古人讲话，养不教父之过，养儿女如果不教化他，就等于、啊、自己失责、啊、失责任。所以父子之间有这种亲爱的关系、啊、儿女呢对父母要孝顺、啊、孝为德之本、啊、君臣之间，君人臣忠、啊、领导对于部下要仁爱、啊、关怀他们、啊、这个部下下级对领导上级要话忠心忠诚、啊、夫妇之间呢，夫义妇听、啊、做先生的对夫自己的夫人要话有道义恩义情义、啊、做夫人的恭顺自己的先生，家庭和谐，大家分工合作，丈夫男主外，持家，这个用在外面赚钱养家，做太太的在家上夫教子，这个是非常之重要。如果儿女没有教育好，等于使这个家族没有后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无后不是说、哦、有儿女生出来就是叫做有后，不是，生出来之后如果不教育他、啊、他成为一个坏人，咁仲比冇仲好啊！所以有后一定系要教育佢，使佢成为一个正直嘅君子，能够传承家道嘅，呢、这个先叫做有后。啊，兄弟之间，兄啊，友弟恭啊，互相关怀、恭敬啊，朋友之间呢有信义，这个就是顿论尽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一切恶事都不做。身不做杀盗邪淫，口不做妄语两舌，恶口耳语，意不能够做贪嗔痴，诸恶莫作。忠善奉行、啊、是一切的善法我们都要去、啊、奉行、啊、舍己为人，不能有丝毫、啊、自私之利，有这些、这个、道德的才叫做真正念佛人、啊啊、下面讲，由须明白因果，自行化他。这个因果不单只是说善因善果，恶因恶报的这种因果，当然这个因果非常重要，真正明白这个因果的人，他就不会做恶事，人就 不同了，就变了，他知道凡事都有因果，哪怕自己起一个恶念都会有果报，他怎敢再做恶业呢？那这个因果重要明白，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个大因果，我们想修行出三界六道，当生成佛必定要念佛了，
自行化他，自己努力依教奉行，同时呢教化他人。这个教化有身教有言教，最紧要是身教，自己做出好样子，就有教化他人的效果。下面又讲到，今日之非圣母亲，贼人害儿等等邪说，皆是宋儒破斥因果轮回，以致生此恶果。这个非圣母亲，就非是诽谤，诽谤圣人。母亲就是心里面没有父母，不孝。贼人害儿，是根本没有仁义道德，这些叫邪说。现代的社会真的是叫做邪思说法如恒河沙，每人都讲一套，按照自己的烦恼之见来，乱地发表议论，同仁义道德完全相悖的。特别是近代西方，思想对我们中国人的影响，这些功利主义自私自利的，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些议论，这些这样的邪说，真正腐蚀中国人民的思想。当然这个我们自己都要反省，是有内因，这个因早在宋代就积下了，宋儒驳斥因果轮回，你们是说一部分偏执的儒生，学儒学得没透，执着这些自己所学的，排斥他教，诽谤佛法，驳斥因果，说根本没有轮回，没有因果，所以可以无法无天，所以可以自己做什么不负责任，这些都邪说。那我们现在看到西方的医学界，很多这些精神心理医生，通过催眠的方式，研究人的前生，或者通过对于能记忆前世的这些儿童进行调查研究，证明了人确实有轮回。我在两年前曾经就在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做过一次8个钟头的粤语的这个介绍，因果轮回的科学证明。我们看到西方这些科学家医学家确实有用大量的案例证明人有因果报应，有轮回，这个是真实的。如人人能明白因果之理，即无人敢倡此等密说也，谬说也。所以如果人人都能够明白道理，知道有因果，点敢喺度乱咁发表议论，诽谤圣人，排斥佛法，
拔无因果，这些是重罪啊，都是阿鼻地狱的 大罪。真正明白这个因果道理，怎敢去做啊？印光大师他自己跟我们示现的就是，年轻的时候未学佛的时候呢，又是学了宋儒的这些理论，亦都是排斥佛法，甚至写文章攻击佛法，到最后他眼睛差不多失明了，因果报应使他觉悟，他后来学佛懂得自己搞做错了，所以出家修行，出家是赎罪啊，但最后都是，只要改过自身啊，你看成就咁殊胜。所以人啊，最怕就是不懂道理，如果懂得道理了，他怎会再做恶事呢？下面讲话，盖世间一成不变之好人少，一成不变之坏人亦少，大都皆是可上可下、可好可坏之人，所以教化最为紧要。我们这个世间，有好人有坏人，但是好人坏人一成不变的，这个好少。我们自己不要说人家了，说我们看我们自己，你看一年到头日日都是存好心讲好话做好事的日子，这个不是日日都是这样，有时可能又会起贪嗔痴慢，有时还会起自私自利，所以一成不变的好人好少，咁一成一不变嘅坏人亦都少。你话一个人就算再做出再重嘅罪业，我哋话佢天良丧尽，其实佢哋天良唔系丧尽，只系俾佢嘅恶业习气深深覆盖住。只要有因缘，他也能够良心发现，他也能够忏悔回头，所以一成不变的坏人都是少，大多数都是可上可下、可好可坏之人，所以这个时候就看他有什么缘了，所谓是什么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教化最为紧要。如果他受到良好的教育，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他就不会做坏事。伦理道德使到他耻于作恶，他作恶觉得很可耻，他不会去做。因果教育使到他不敢作恶，所以教育真是最重要。中国的礼记上面讲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一个国家的建立最重要就是教育，伦理道德的教育。下面讲，孔子曰，为上智于下愚不义。上智的人，他明白道理，他不会作恶，他会为善，为善不义。而下愚的人呢，他不明白道理是怎样呢？他迷在
恶业当中啊，唔肯回头啊，变得系为恶不义啦。啊，义就系移动啊，啊转变啊，啊所以呢个最紧要系教育。如果对佢哋能够有好嘅教育，佢哋明白咗之后，佢就能够为善不义啊。所以下面讲，只要加以教化，职务不可以使之改恶归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唯在人之信念而力行矣。所以只要加以教育，没有说不可以使他改恶归善。佛门当中啊，讲到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咩叫屠刀呢？第一把屠刀是我哋嘅恶业、贪嗔痴慢、自私自利。放下呢个恶业，我哋就话成为善人。第二把屠刀是我哋执着啊，这个善业恶业都是演业，不是正业。为什么呢？因为有执着啊，所以为善都不可以执着啊。我哋睇见好多世间上嘅所谓嘅慈善家啊，佢做善事一定要出名啊，一定要使到世人知道佢做咗几多几多好事啊。做好事当中夹杂住啊名闻利养嘅念头啊，执着啊，呢个唔系纯善啊。佢有冇果报呢？佢果报有善，但系不能够圆满。如果贪恋名闻利养啊，好重嘅，甚至佢仲要堕恶道啊！所以放下执着，放下执着咧，你就超出六道啦！啊，你就系四圣法界嘅圣人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呢，四圣法界。再放下分别啊，这个时候你就不是声闻缘觉了啊，你就成为菩萨了。再放下分别，破一品的无名妄想，你就入一真法界了。入一真法界，你就真正成佛了啊。这个是真佛啦。咁把一真法界当中我哋嘅无名杂气都放下。一真法界里面因为无名杂气不同，所以有41个位置。无名杂气纷纷破，到最后圆满成佛。所以你看这个屠刀是比喻什么呢？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你放下这些就立地成佛。当然从哪里开始放下呢？从恶业开始改恶归善，这个为在人之信念而力行。人一定有信念，能够相信才能够力行啊。今日中国社会之所以如此混乱，皆因无教化之故啊。所以国家我们想要达到和谐社会，最重要是用教化啊。什么教化呢？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
从几时开始教啊？从细路仔啊，幼时开始啊。所以讲话，但教化虽从幼小时起。所谓教父初来，教子婴孩，教育是从细开始，家庭教育这个最重要。所以我们说娶新抱，新抱一过门就要教他家规，屋企的规矩，时间长了你不教化他，将来改变就很难。对于儿女也是一样，儿女是婴孩时候就开始教化，咁最好系咩呢？从胎教嘅时候就要开始啦，怀孕嘅时候就应该教育。点样教啊？做母亲嘅，做父亲嘅，做个好样子。母亲身口意都善，影响自己嘅胎儿。呢个系父母对儿女最关键。出生了之后还要加紧努力教化。下面讲，若小事不教大即难以为力。所以小孩子小的时候不教导他，大了之后再教都很难。为什么呢？他已经形成定性了。所以下面讲，何则即是点解呢？习性已成无法使之改易也。佢嘅习性已经形成了，这个习性是受咗污染产生。三字经开头就讲，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人本来都是纯善的。化严经跟我们说，一切众生都有如来的智慧德相。这个就是跟如来无二无别，纯正纯善。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变成这样呢？习性使然。所以性相近习相远，我们的染相的习性和我们的本善这个本性偏离了。这个花严经讲的是妄想执着，就是我们习性，它本来没有，但是现在变成了坚固的執着，所以要改就好难。所以从细就要养成良好的习性。所谓三岁睇八十，七岁定众生，故念佛之人须注意教育其子女，使为好人，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所以念佛人对于教育子女，我们要尤其注重。不可以使到子女大了之后成为社会的负担。这个我就不慈悲了。所以这个是护国惜灾是治本从根本上治，就是使到我们下一代的儿女能够成为一个好人，存好心，讲好话，做好事，身口意三业都是纯正纯善。
果能尽人如此，则灾难自消啊！国家亦可以长保治平啊！果然能够，每一个人都能够如此啊，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如此，咁灾难自然就消除啦，国家就能够长治久安啊！呢、这个治同平就系、是。治国平天下啊！治国从平天下，要从修身齐家开始。呢度系第二段啊，第三段下面讲念佛法门根本妙谛，在净土三经。从呢度开始。人造就为我哋开示念佛法门，因为护国息灾嘅根本方法在于念佛，但念佛基础头先讲到，要限邪全诚，顿论尽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行化他，呢个系真正念佛人嘅呢个基础。这个根基要打牢固，念佛先得力啊！我们现在念佛为什么不得力？因为我们根基不稳，所以我们师父上人要求我们扎根从哪里做起呢？落实弟子规从这里开始做起，弟子规教导我们做人，人都没有做好怎样做佛啊？弟子规做到了，提升落实太上感应篇，弟子规是儒家的根，太上感应篇是道家的根，再提升就是佛家的根，十善业道经，这三个根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观无量寿经讲的 正业三福，第一福所谓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弟子规讲什么呢？讲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太上感应篇讲咩呢？讲慈心不杀，起心动念唔可以害人，要利益他人。十善业道经要我哋修十善业啊，使到心地纯正纯善，不可夹杂丝毫嘅不善。有这个稳实的根基，念佛就容易相应。念佛根本法门，它的妙谛，妙就是圆妙，谛是真理，这个圆妙的道理在净土三经里面，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和观无量寿佛经。刚才我们讲的正业三福就是观无量寿经里面的。阿弥陀经教导我们信愿念佛，修信愿行三资粮。无量寿经教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两部经是大小经，一部经来的。篇幅虽然不同，但是讲的义理完全一样。信愿就是发菩提心，真信切愿求生净土，这个就是发大菩提心，
啊，点解呢？因为求生净土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先可以能够讲道众生。啊，可以圆满我众生无边誓愿道的大菩提心。啊，一向专念就是念佛。啊，怎样念啊？持名念佛，念阿弥陀佛。下面讲，而话《花严经》中普贤行愿品所持，又为根本不可缺乏之行愿。普贤行愿品啊，这个是《花严经》最后一品，它是净土四经之一啊，第四部啊，里边讲的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度归极乐，啊，这个是大行愿，啊，是根本不可缺乏之行愿。嗯，念佛人就是修普贤行愿，啊，盖善财以十信满心，参德云比丘，即教以念佛法门，得入初住分正佛果。这个是《花严经》到了最后入法界品，这个第三十九品里面讲的，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参访五十三位善知识。啊，善财童子是，啊，我们修行人的代表。一部《华严经》讲到前面三十八品，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了。啊，所谓教理行果，啊，信解行证，这些修行的道理都讲得很圆满。最后我们要落实，啊，是善财童子为我们表现，啊，他是在文殊师利菩萨麾下学道，啊，毕业了，十信满心，他证得十信位的菩萨，啊，他就，啊，文殊菩萨就叫他出去参访善知识，啊，他去出山了，啊，第一个善知识参访的是德云比丘，啊，这个是八十华严里面，称呼的德云比丘，在四十华严里面称为是吉祥云比丘。这位比丘教导善财童子念佛法门，啊，德云比丘是在别峰经行，啊，在这里绕佛，啊，修什么呢？修波州三昧，啊，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所以使到善财童子得入初住，入初住是入一真法界了，分正佛果了。天台家讲的是分正即佛，他是真佛了，不是假佛。十信位前面的是十法界里面，现在他入一真法界。咁初住，由初住到十住，啊，这个十住上面仲有十行，啊，十回向、十地，到等觉、到妙觉，啊，提升到啊圆满嘅佛果，啊，所以善财啊，从此力参五十余位善知识。随问随证啊，至二住以至十地，历尽历四十位，最后在普贤菩萨处蒙其开示，加被威神之力，所证随与普贤等与诸佛与诸佛等，即成等觉菩萨。
所以善财童子拜别德云比丘之后，德云比丘教他念佛，你看第一位善知识就教导他念佛法门，后来参加这个参访其他的五十几位善知识，在每一位善知识座下都得到提升，随问随证，问法之后就证果了，证得二住、三住、十住、然后十回向十地，这个总共有四十一位这个阶级。最后呢参访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是等觉菩萨，开始他。开始他什么？十大愿王度归极乐，还是叫叫他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所以你看善财从第一位善知识那里受教，到最后一位普贤菩萨，由始至终都是念佛。而文殊菩萨呢，我们在经常看到也是求生极乐世界。文殊菩萨是善财这个童子的老师，他的老师一定是教他念佛法门。他出来参访五十三位善知识，由始至终都是念佛求生净土。所以善财童子他修什么法门？就是修念佛法门。所以念佛法门殊胜花严经里面讲得清楚所以清朝彭济清大居士讲无量寿经是中本花严经，花严就是大本的无量寿经。我们想要真正了解净土法门，一定要深入花严经之后，才是能够对净土彻底明白所以蒙普贤菩萨开示加被威神之力普贤菩萨加持他，所证遂与普贤等与诸佛等他证得等觉菩萨等觉就是与诸佛相等只是他还没有示现成佛然后普贤菩萨呢以十大愿王度归极乐劝进善财及华藏海众一致进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其圆满佛果。所以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度归极乐劝善财童子以及华藏世界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一致修什么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念佛法门在极乐世界才能够圆满佛果而且是快速地成就如果在极乐世界不能够快速成就佛果，普贤菩萨怎会要这些法身大士去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所以故知念佛法门始至凡夫亦可得入，终至等觉亦不能超出其外。念佛法门所谓三根普披利顿全修上中下三根的人都能够修利根顿根
一样可以成就，从凡夫地亦可以入，念阿弥陀佛边个都可以念，不识字的冇文化的老阿公老太婆亦都可以成就，亦都可以求生净土，可以成就罪业深重的凡夫只要他能够回头忏悔一心一意念佛求生净土，一样可以大业往生终至等觉菩萨，亦都没有超出其外连普贤菩萨都要求生极乐世界那我们上比不上等觉菩萨，但是下面来讲比起造作五逆十恶的凡夫，我们还有比他好一点所以我们怎可以说不求生净土呢？所以实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乘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这个净土法门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十方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加上上下是十方一切的世界里面的诸佛，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佛为众生讲什么法门呢？讲净土法门上乘佛道下化众生。释迦牟尼佛他怎样成佛的？念阿弥陀佛成佛的，这个在阿弥陀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牛益大师跟我们开始出来释迦牟尼佛正是念佛成佛的，而他教化众生也是用这个净土法门去成始成终始这个始从凡夫地发心开始终到完成佛道都是修念佛法门，所以这个是总持法门故得九界同归十方共赞千经俱禅万论均宣所以九界是包括六道众生同埋四圣法界里面的声闻圆觉菩萨总共是九界。九界众生共同归依这个法门。十方是指十方诸佛共赞都赞扬这个法门。就好像我们释迦牟尼佛一样尤其赞叹阿弥陀佛本愿海千经俱禅禅属的这个千经万论所讲的是什么呢？无非都是为了指引我们求生净土这个是印光大师开始他是彻底开悟的大德，把释迦牟尼佛的彻底悲心和我们开发出来开明出来。所以我们如果不求生净土真是冤枉了自己，对不住佛菩萨，对不住祖师大德。
所以真正念阿弥陀佛，没说现前的灾难、得到化解，我们这一生可以保证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我们、永远都不用受灾难。这个是使到众生断一切苦得究竟乐的殊途最殊胜的途径。咁下面一段讲到，凡学佛之人有一必须注意之事。我哋学佛一定要注意咩事呢？即切戒食荤，因食荤能增杀机。这个讲系戒杀食素，不可以食肉。这个荤是指食肉，因为食肉增加杀机。下面讲话，人与一切动物同生天地之间，心性原是相等，但以恶业因缘自形体大相殊异。人和一切众生我们所看到的动物，它是众生，是有情生命，同生天地之间都是父母所生的，都是有血气灵知的。我们的心性是相等，这个心性是讲我们的法身，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这个心性上是一不是二。所以我们伤害一切众生就等于伤害自己，一切众生和自己是一体的。但以恶业因缘咁众生同我哋依家形体上不同係因为恶业因缘所致做作恶业就堕落恶道得到一个好难睇嘅身体或者好弱嘅呢个身体腹部上大相殊异好不同，原因就是有因果报应这个是讲相上面虽然有不平等，但是体上是一体这些众生将来也能够成佛的因为他有佛性，既有佛性就必定成佛，不单止有情生命能成佛，连无情生命也能成佛。花严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情与无情同源种子同源种子就是一起成佛。所以我们怎可以伤害这些未来佛呢？更何况我们跟他们今世有缘相见，过去生中都是有缘分，可能就是我们过去生的父母兄弟姐妹儿女如果没有缘分的，这一生不可能是在一起
所以我哋点能够伤害呢啲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呢？下面讲，若今世汝食他，来世他又食汝，冤冤相报，将世世杀机无有以时啊！呢一世你食佢，啊，来世佢又食翻你，啊，冤冤相报，冇完冇了啊！啊，《楞严经》里面讲啊，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啊，杀羊个人来世变成一羊。啊！嗰、那个羊来世投胎变成人，又杀翻佢。啊！所以你今世食佢半斤啊，来世要还佢八两啊，欠债啊要还啊，逃唔过啊！啊！咁呢个杀机就是杀嘅念头啊，冤冤相报啊，冇有终止嘅时候。人轮回转世无量劫内就是搞这个冤冤相报，讨债还债，报恩报怨。那我们这一世明白了，明白就要觉悟，觉悟要放下这些恶缘，不可以再跟众生结这些恶缘了，这一世才能够出来啊。果能人人如素，即可培养其慈悲心，以免杀机。如果能够真正你识素，你能够培养你的慈悲心。儒家你听孟子都讲，君子远庖厨。为什么君子要离开厨房？因为不忍心见到杀害众生的场面，不忍心听到众生 被害的那些惨叫声，保存自己的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就是慈悲心，人人本有。我们不可以再杀害众生了，不可以再结冤仇了，否则众能念佛已应图口腹之乐，大食分声亦能得学佛之真利益，几何哉？纵然你能够念阿弥陀佛但是仲喺度杀生食肉，这个没有慈悲心，没有慈悲心念佛就不相应阿弥陀佛的心是大慈大悲，救度一切苦难众生，而我们还在这里为了自己图享这个口腹之乐，为了三寸之舌残害生命，忍心食肉，学佛怎会有真实利益呢？学佛还在做业做业必定有果报，念佛都没用因为那个心不是佛心，口上念佛，心里面还在搞贪嗔痴，还在做业，所以因果报应逃不了将来点该点样生死就点样生死该点样轮回就点样轮回这里讲的是要求我们不可以再杀生护国息灾一定要断杀业下面一段讲的是印祖同我哋分析这个修行要注意嘅问题。再者，今人好言禅正相修，
究其啊究则所谓双修者，乃是看念佛嘅是谁。啊，而家嘅人啊，呢、这个当时喺印祖嘅年代，修禅嘅风气好盛啊，所以好多人讲话要禅静双修啊，禅宗同净土宗啊要一齐嚟啊。但系呢度讲噶，所谓双修啊，其实系用咩呢？用禅宗嘅方法啦、啊、嚟修行啊，系睇念佛嘅是谁。啊，这个参究啊，佢唔系真正啊喺度念阿弥陀佛、持名念佛啊，佢喺度参究啊，此应重在参究啊。啊，藕益大师讲话，持名念佛唔需要参究啦。啊，持名系最简易嘅方法，唔需要夹杂。啊，念佛。最忌讳的夹杂，而且用参究的方法来修行，与净土宗之生信法愿求往生滚然两事。净土宗里面的宗旨，修行宗旨是什么呢？信愿念佛，信就是生信，信有极乐世界，信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接引一切众生啊往生净土。啊，信我自己必定有往生嘅资格。点解呢？我本来是佛。啊，所以我依家念阿弥陀佛往生净土，一定有资格。这个对自己要有信心啊！要知道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和极乐世界都是为心所言，为色所变啊！所以往生极乐世界都是在你一念心当中，你把你的染念啊，就是妄想分别执着的念头转成念阿弥陀佛，这个正念，正念相继就能现净土。所谓啊，心净则国土净啊。啊，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不是说往生到心外的净土，净土也是你为心所言啊。所谓为心净土，自性离陀啊。所以这个事情是求自己，不是求别人。我们有信心啊，要发愿啊，发大愿求生净土啊。求生净土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啊快速成就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蒙阿弥陀佛的本愿威神加持，我就有这个智慧，有这个神通道力，化现到一切世界当中啊，到同我有缘的众生。这个是慈悲心啊驱使，不是说往生极乐世界是图自己享受啊，逃避灾难 为自私自利打算啊，不是，是为一切众生。所以净土宗是注重信愿念佛啊，和禅宗参究啊是不一样。所以修正土中，我们就老老实实依靠这一宗的修行啊，
修禅宗就用禅宗的方法，不好啊掺杂在一起。这个印光大师啊，希望我们啊这样去修，要专修，夹杂其他法门就不专一了。下面讲，有禅宗所谓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者，这个是禅宗所追求的境界。禅宗目的就是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印祖在这里讲的是指是什么呢？亲见当人即心本具之佛性矣。这个是我们自己的本心，人人本具，真心本性。这个佛性是指本性当中的智慧，人人本具。《华严经》里面讲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的智慧德相，这个智慧就是佛性。下面讲，密宗所谓即身成佛者，亦以即身了生死为成佛。密宗讲的即身成佛是讲什么呢？了生死就叫做成佛。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佛是天台宗里面讲的相似即佛，入四圣法界的圣人，声闻缘觉菩萨佛，都叫做密宗里面的即身成佛。所以下面讲，若具认以为能成万德具足福慧圆满之佛，则大错大错。所以禅宗里面讲的见性成佛，密宗里面所讲的即身成佛，都不是指万德具足福慧圆满的佛果。这个福万德具足福慧圆满的佛果是《华严经》里面讲的，所谓圆满佛是法身大事，破尽四十一品无名杂气成就的妙觉果位。下面讲的，盖禅家之见性成佛，乃是大彻大惑大悟地位。所以大彻大悟就是彻证，亲见我们本心具有的佛性，这个大悟了。大悟之后，我们说悟后起修，你要去修行，要断烦恼所以虽能断尽三界内之见思疑惑方可了生脱死。所以如果大悟之后不能够保任禅宗共保任悟咗之后，一定要修行。修行就是断烦恼断杂气，要了脱生死，最基本要断尽三界内的见思烦恼。见烦恼八十一品，思烦恼八十八品。不是，见烦恼是八十八品，思烦恼是八十一品。这个时候才叫做了生脱死。密宗里面讲即身成佛呢，亦是仅指是
错到了生死的地位 啊这个是四圣法界里面的圣人、啊、阿罗汉果位以上、啊、但是密宗是大乘、啊、不是小乘。下面讲，此在小乘，则阿罗汉亦了生死。啊，所以阿罗汉的修正功夫可以了生死。啊，而原教初信断见惑，七信断思惑。啊，原教里边嘅大乘，啊，初信位嘅菩萨断咗见惑。在修正功夫上等于小乘的衰陀还果、啊、但是他们的智慧远远超过小乘、啊、这些圣人、啊、所以、啊、这个明心见性的人、啊、这里讲的他能够真正、啊、切悟本心，但是还是要断见惑断思惑，他先在这个原教果位上面提升、啊、到了七信位思惑都断尽了、啊、见思烦恼破尽，他先叫做已了生死、啊、他的修正功夫、啊、七信与阿罗汉了生死、啊、相同、啊、虽这个虽然相同，但是神通道力则大相悬殊、啊、这个就是大小乘不同的地方。禅宗密宗都是大乘，净土宗也是大乘、啊、所以在这些宗门里面、啊、修行的净得七信果位，他的断烦恼的能力和阿罗汉相同，但是神通道力啊，智慧啊，远远超过阿罗汉。啊，但是如果是正得初信，啊，明心了，啊，大悟了，但是不能够断尽见思而惑，啊，见思烦恼不能断尽，仲未证得七信位之前，都唔能够叫做了生脱死。嗱、啊，换句话嚟讲，仲系要轮回啊！啊，下边讲八九十信啊，破尘沙白，至十信后心，破一品无名。正一品三德备藏，而入初住，是为法身大事。啊，所以功夫再提升。啊，七信位向上，入八九十信位，破尘沙网。啊，这个是尘沙烦恼。啊，我们用啊一般话来讲是分别。前面见思烦恼是执着，断了执着的人、啊、他成就的是阿罗汉的果位、啊、原教是七信位，但他还有分别、啊、分别怎样破、啊啊、八九十信位里面破，分别破尽了，十信后心、啊、他十信圆满了啊！再破一品无名，起心动念都断咗，啊，妄想都冇埋啦。这个时候，正一品三德备藏，啊，三德备藏，三德是法身德、般若德、啊、解脱德，啊，这个是自性本具圆满的德能、啊、就好像一个宝藏、啊啊、每个人自性本有，但是现在没有开发出来、
啊，到了破一品无名了，正一品发生的时候，这个宝藏才开启啊。啊，本有如来智慧德相才显露出来。啊，入初啊住了啊，初住位是发生大事了。啊，咁佢就是真佛啦。这个时候才叫做真佛。啊，天台家叫做分正即佛。啊，但是佢仲未得到圆满的佛。点解呢？因为佢嘅无名杂气仲喺度。啊，即是说他妄想还有、啊、这个妄想没了，妄想杂气、啊、还有、啊、这个时候就断杂气、啊、杂气怎样断呢？不得能够起心动念去断，只能够自然去断、啊、所谓、啊、这个无功用道、啊，这个我们师父打个比喻，好像酒樽装酒、啊、你把这酒通通都倒晒了、啊、洗得干干净净，抹得干干净净，里面一滴酒都没了，你去闻一闻里面还有酒的气味，这个杂气、啊、但是它确实没了、啊、没了这些酒了，所以发生大事，他确实无名断尽，但无名杂气、啊、就是妄想杂气还在、啊、那这个怎样断呢？没办法去断、啊、你只能由他、啊、自自然然、啊、你这个酒樽放得耐了、啊、放一年你再闻一下，基本上没味道了、啊、时间长了就自然断尽，这个时候才能够成圆满佛、啊、所以还要历十住、啊、十行、十回向、十地等各四十一位方入佛位、啊啊、这个四十一个位次就是断这些妄想习气、啊、但是他们都有能力在十方世界示现成佛啊、他们是真佛、啊、他可以以佛身、啊、来度众生，但是他们自己成一个万德具足福慧圆满的佛位，一定要等到最后妙觉各位、啊、超越四十一品为止，其历程有如此之远、啊、其一、啊啊、起一速即可就智也、啊、就智者、啊、所以这个历程很遥远、啊、要历尽四十一个位次，不可能是一出即走、啊、所以禅宗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还不是这个圆满佛、啊、密宗所讲的即身成佛亦都不是圆满佛啊、下面讲修净土者即生西方，即了生死亦是即生成佛、啊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修净土当生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啊、去到西方你就了生死了，去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永远不会轮回，你不会回到六道里面轮回啊、即使你一品无名、啊、一品这个烦恼都未断，但是你往生大业往生、啊、生到凡圣同居土、啊、寿命无量寿也是一生成佛、啊、这个一生成佛是真的、啊、但正中不作此、啊、揭这个此见分之说啊、就是他不会这个超越他的、啊、本分、啊啊、无用即身成佛这个讲法、啊、但他其实
正宗确实是直身成佛的法门。而与禅宗之顺仗之力教其难易，则有千样之别，上望与会诸君三福施之。这个净土宗和禅宗不同的地方，就是禅宗是仗智力，自己断烦恼，自己明心见性，他不需要佛力。但净土宗是意力法门，靠智力更要靠佛力。所以念阿弥陀佛要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怎样感应道交？我们这个心是佛心，具足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个是佛心，能够跟这个相应，才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可以大别往生这个容易禅宗靠智力成就难难以成到一个天一个地分别太大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说这里讲话上望与会诸君参与法会的各位大德一定要再三思维懂得选择最简易最保险的方法成就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不单止我们当下能够护国释灾化解灾难我们这一生都得到圆满成就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即身成佛圆满成就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印光大师的这个法语他讲到念佛食素是护国释灾根本我们下面一集呢继续来学习第二日的开始今天时间到了我们有讲得不妥当的地方请各位